这是可以说的吧？巨牛逼！咱也这么老。况且双星准备入手粉底液了，什么猫宝那个选择好多呀，我看你都有不如，给我讲一讲。好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本人肤质如下，欢迎大家对号下架。第二十名才是兰蔻清纯的，它才排二十名，它真的超级好用的，很滋润，确实是有那种养肤的效果，而且它不怎么暗沉，难得让我觉得不拔干不卡纹的粉底，稍微有一些些妆感。那我这天生好皮肤就用不上了，走开。下一个，香奈儿柔光持妆粉，是我前几年很爱用的这一款，上脸的质感真的非常好，皮肤感觉很润，看上去又是干爽的一个磨砂质地，遮瑕力也是中等偏上，但是欧美大牌粉底一贯的问题，易氧化，选色号的时候就要比自己的肤色要高一两个度。喝过油白汤吗？没哭过，不好意思，好想给他哭也试试看。接下来加一码这一瓶，要是你夸夸，它算是百元粉底液的抗氧化轰炸机。如果你上什么粉底液都没暗沉的话，你试试它，这种很干净、很薄脆的磨砂质感，只有一点黄的中性皮油皮小姐妹们可以用。再来十五名，雅诗兰黛白金，多少名？十五名。喂，不止一次看到我很多的博主朋友说超级喜欢它，它出的那种光泽是那种一身会发光感觉，感觉自己的脸是一个小钻石。养肤持妆方面也是没得说，遮瑕力是中等啊。如果大家手里面预算够的话，还是比较推荐去试一下。它属于适合混干皮粉底液当中柔焦效果比较不错的。就保持了一些微的光泽感，但是遮瑕能力是中下。阿南自然标当时宣传的是月光肌，隐隐月光下那种温润的光泽感，加深和皮肤瑕疵不多、毛孔也不明显的女生哦，用完它你整个脸就是白月光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是瑕疵比较多、两颗花比较多的话，你会后悔。本期就放在这里了，前十下期揭晓。刚才那话是可以播出去的吗？但是每次用完它之后，我确实是有点受不了。我需要化妆品来配合我，而不是我来伺候你呀、啊。选择恐惧症怎么掉粉底？来听我看看猫宝单上的前十名吧。我正好前十是 NARS 的超方瓶。好家伙，这瓶我都用了至少三分之二了。之前就吃吃给我疯狂认真推荐的，说它特别细腻，非常非常适合我这种混干皮，用完一整天脸都不拔干，也不怎么卡纹的，而且你早上涂什么颜色，你晚上还是什么颜色，不太是个皮肤不平整的人。我的宝贝，看你跟他的样子可不像宝贝。哼，我很多选择呢。Mac 的无瑕，其实很喜欢用它到超薄出现，我发现他们两个很相似。NARS 要更加轻盈，更加细腻一点 ，Mac 遮瑕力要更加好一点。第九名，植村秀的持妆粉底液，有的时候很完美，有的时候呢又会卡粉卡纹。化妆新手的话，我不是特别特别推荐。我已经过了那种用一支磨合粉底液的时候了。我需要化妆品来配合我，而不是我来伺候你啊。但是植村秀的口红还是很好用，我口红相对来超多，下次给大家推荐，下次给大家推荐。第五名，兰蔻持妆，它跟宝光婷那种磨砂轻盈的质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，但是它用在我脸上不好出现卡粉啊、肌线啊，或者是脱妆的问题，稳定性身上。大干皮的话，我不是特别推荐。第二名，泗水，我觉得在我心目中就是没毛病，光水养肤上脸质感都是没有毛病，但是它遮瑕力确实是比较中等偏下。我经常会把它跟高遮瑕度的哑光粉底液混合在一起，既提升了细腻程度，又提升遮瑕度，用起来特别棒。三名 ，Missing 的蓝盾，我之前试用过几次，它的感觉呢就像是一个平价版本的 DW。是属于那种比较干爽、困容、遮瑕型的粉底，这样的性能还是这样的价格，我觉得要什么自行车？中性皮、油皮、大油皮就是冲吧。好，第二名是雅诗兰黛 DW， 一起讲吧。我曾经真的觉得它真的很好用，直到我发现我每次用它都会长痘。它不在我持妆范围之内，粉质细腻程度缺一点，但它持妆能力确实是大家用它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如果是不长痘的油皮，那真的会是你的挚爱。这就是卡姿兰的小奶猫哎。啊。我还有一点点吃惊，我之前试用过，说句实话我印象不太深刻，但是我感觉它不至于到第一名的这种好用程度，也许是有些刚才那句话是可以播出去的吗？没有留下深刻印象，我也不想说编出什么东西跟大家说，就是这个确实是不好评价，各位来了，等着收卡姿兰的律师函吧。啊，救命，咱也见不到卡姿兰了。本期总结如下，来大家要需自取哟。